那就有气压。好，这个气压目的就是我要把球倒到我的目的地去。啊，我气压可以控制，就是夹板子，可以把板子夹住贴上去。啊，我可以通过马达让它上升跟下降。但是最简单的就可以控制车子前进后退、左转右转。它马达还可以上升，还可以爬楼梯，还可以到高层去，就是把我的球往高层丢进去，或板子贴在高层上面。对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学生自己写 coding 的啊，比如可以用 Java 程式、C 加加或 Level View 的方式，可以供工业上去做连结。长按 A， 长按 A， 长按 A，A 长按。哦，然后它也可以做视觉辨识哈，我装上摄影机，它是摄影机要前十五秒钟是风暴挡住哈，你要透过摄影机或者自动化排程，它自己控制。你给它乱。好，不要一次太多哦。来，这个叫。